因为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，对于学习，特别香港是最喜欢学习的。嗯，因为我通过刺绣，我接触了很多香港人。嗯，他们是非常喜欢学习的，只要有时间，他们就愿意学，而且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，可以去创新。嗯。我嚟呢個嘉年華咧，非常之開心。受歡迎個程度咧，就係大家好中意食潮州牛丸。啲客咧食咗之後又買翻去啦，跟住就介紹啲親戚啊、朋友啊都過嚟買，跟住日日排曬長龍啦。因為潮州食品咧就係中國嘅傳統文化、傳統美食，跟住我諗住係吸引廣大到外國去啊，俾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係我哋中國有好多美食，特別是潮州食品。